好，各位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到 Poling Hot Spring， 就是在沙巴这边的保令温泉。那来这边呢，最主要这次跟我一位好朋友苏玉桑 ，say hello， 空包，空包，要，他永远是那样的，该怎么讲，严肃一点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今天一到这边，马上呢就在这个很棒的一个桌子下面发现一个奇怪的东西。江江有没有超大一只棕狮？这只棕狮超大的，而且挂在下面那边，然后你看到颜色超漂亮，看看，我手快折断了。你看我的手掌的比例就知道它有多大，然后一直很惊的，它就是趴在那边不动。没关系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这只棕狮呢，代表这一趟的行程有很多奇怪的昆虫在等着我们。我们晚上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进去森林里面探险，请祝我们可以找到好东西。哎，不用祝啊。等到我回台湾 po 照片、po 这个影片的时候，你们都已经看到啦。那我会 po 很多特别的、好玩的、有趣的事物给大家，大家请锁定我的频道阿血乐杰频道，不，阿杰乐血频道。对，哦，真的是够了，加油！